这个 RPG 叫做博美需要 WiFi， 这应该是一个温馨，然后有点小搞笑的游戏了。那这个游戏的作者是英文的作者，就是说他原本是英文语系，然后今天还是前阵子出中文版吧。所以说这不是恐怖 RPG， 看的也不用太担心说突然跳出什么有的没的来。博美要 WiFi， 直接开始游戏。等一下，我调一下声音啊，有点大声啊，叮的声音啊。我进游戏了吗？这谁啊？哇，这画面好小，它这个 RPG 2000的样子，没办法调画面大小，有点看不见了，眼睛有点吃力啊。这是我吗？我可以动吗？哎，我可以动啊。哦，嗨。在墙上，不在床上，自己的狗床上撸来撸去，让我下去！汪汪汪！啊，对我应该说汪汪汪才对嘛，我是狗嘛。汪！这只狗名字叫做胖。博美吗？这就是我吗？啊，我是公的还母的啊？说真的，胖啊，阳光普照，我还有手哎、欸，鸟儿歌唱，今天是完美的日子。上网消磨时间。先来看看什么全球性问题？什么全球性问题啊 ？Face Wolf，Face Wolf， 汪汪 ，Wolf Wolf， 这个是拿那个 Facebook 的梗来改的啦。原本是 Facebook， 但是狗社会的网络叫做 Face Wolf， 叫做脸汪吗？脸汪不是脸书，脸汪。这个是 Reddit， 也是国外的社交网站，然后这边却改成了 Redig， 挖土，挖文章，这个叫做 G 尾巴，叫做 Tongue Fur， 汤，这个原本是那个巴图网站，你们知道吗？如果有用过的话，但是它改成了 Tongue Fur， 变成发毛网站。随便看一个啦，看脸汪好了啦。脸汪，嗯，天啊，别什么，别特吗？这个是脏话呗啊，脏话吧，别 TM 吧，晒吃的了，不要在那边把你吃的东西美食文再贴在脸书上面了，会让人家觉得很讨厌，这个意思，别再贴美食文了啦，然后别再炫耀你跟别人在一起玩的多开心，长那么丑没人想看啦，哇，这个胖真的是。说实话，跟我一样，可是说实话，常常会招来一大堆的愤怒。胖说：“操他大爷的！”点点，他看到别人发美食文就觉得心情不爽。他说：“哟，貌似我的顶级博美小姐有新人加入了，你耍我吗？这些明明是人类在晒他们的汪星，汪星人。”还有一些奇怪的妹子在网上伪装自己是汪星人，就这个情形，就像我们在网络上说自己是喵星人这样子啊，都觉得好像比较可爱的意思啊。原文很靠北，会骂脏话的狗，一定的好不好？胖原本就是满嘴脏话，这是国外玩家做的，这也没什么好批评论的。本来骂脏话就是一个。全球共通的习惯，好不好？不是想认真的告诉我，这个网站上只有我一个是货真价实的博美吧？算了，我再也不想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不想做狗了吗？我不想做狗啦，我要去做吸血鬼啊！奔向太阳、欸，我还是不能动啊！我就卡在自己这个小床上干嘛？下一个是，哦、我每个都要看一次哦，挖土。我勒个！这应该是脏话的对吧？这个疯狂在那边骂，这个应该是那个……哎，我想想看，英文是什么 ？ONFG 吗？这个英文应该是 ONFG 啊，你们知道吗 ？ONFG 白话来讲就是 Oh my F God！
他说 ，Miss Brokers 要做在线访谈，太棒了，可以向他们询问我亟待解决的问题。什么问题啊 ？H 什么 ？H 是什么意思啊？哈哈哈，还是哈斯哈斯啊？在乱打什么东西啊？虽然我的评论大概会被淹没，沉落 ，Happy Happy 吗 ？H 叫 Happy 吗？还是不能动，还有我真的要把每个网站都看一次啊 ！Gmail 就是 Gmail 啊、哦，好有趣哦，全部都是汪星人用的网页。让我看看这里有什么。胖，现在申请还不晚。胖，在伯克利拍一张你自己的照片。我 F 是一只博美犬，你们到底想要我怎么样？点，今天的 SAT 测试题时间到了，删除。还是想不通当时为什么会注册这些奇怪的网站。说真的，这蛮真实的啊。你们的信箱都会常常接到一大堆奇怪怪的问卷调查或者是一些广告信件，对不对？非常真实啊。好嘞，哎，我房间起火了是不是啊？最后该来查看一下，有声音，外面在汪汪汪。糟，着火啦！主人醒一醒，你得从这里撤离，快来这边。我吃熬就是F 字啦 ，F 字啦，大概就是 What the fuck？ 他说你个笨蛋西北，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我刚念了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好像在骂人呢、啊，我是在说台语的死霸吗？西北，西比还是西北啊？西比啦，说西比好了，西比比较好听啊。照你来说 ，E 应该是 A 的音啊 ，B 应该是北，西北塞吧？搞屁哦、喔，没救了这个，那没救了，傻逼，没有，这是原文的名字，胖跟西比是原文名字啦。不要说西北了，说西比好了。哈，胖，你还没走啊？我们得走了，主人在外面等着。我向狗发誓，你要是再不闭嘴的话，我就把塔啊，把墙弄塌。听明白了吗，西比？胖，听我说，快跑啊！着火了，走开！不行，没有你我不走。啊？这个西比是胖的基友吗？说真的，胖到底是母的还是公的？我不知道了。他有带蝴蝶结，应该是母的吧？啊靠！要火烧起来了，毛都要烧掉了！快点，天火板快到了！哦，怎么了？西比被压到了吗？那个笨蛋西比终于闭上嘴了。是我的错觉吗？还是这里真的好热？主人应该把空调打开。主人，空调。要烧死了！这、哦、我觉得胖真是很白痴，在那边装死，这装疯卖傻，到底要装疯到什么时候？到最后烧死了，变狗肉了，烤狗了，咳，呼吃，喘不过气来了。好嘞，传送了。好嘞，哎，不会吧？我升天了！哈哈哈。我升天了吗？我升天了，我真的升天了，我真的在天堂学习还有成长了。我刚玩 Fear 2， 我看到的那一段支线马上就应用在我身上了。我真的死了？不会吧？我这啊，所以说标题要叫博美要 WiFi， 是死了都要 WiFi 吗？死都要 WiFi。然后我们在刚外面听到那个门外面那个西比嘛，那个咚的声音。难不成他也挂了吗？被压挂了，感觉好多了，终于可以看完我的这叫什么？图毛汤毛汤毛，来结束我的日常回合。这是在玩游戏王的梗，我知道。点点，哎，没有 WiFi， 快杀了我吧！我要 WiFi， 我的笔电没 WiFi， 要我怎么上网啊？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要气哭了，呜呜呜呜呜，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阴毛阴啊！现在不是陷入坠落的时候，我必须站起来做点什么啊？嗯，人手启发啊，可以动了啊，终于可以动了，可以记录吗？哎，我按钮全部都没有用哎，搞屁啊 ！Shift 可以跑吗？不行，不行，不行跑。这不是我在走，他自己在走啊。西比是柴犬哦，这是柴犬对吧？天堂哪有 WiFi 啊？我已经死了好不好？网路狂狗。西比说胖，什么两 B 脸啊？他是在说他是一个纯脸啊。还好你没在火灾里受伤，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刚才我在你房间外面，然后挂了。不好意思，我已经受伤了，就在这里。啊！快帮我找 WiFi。什么？可是，对啊，先找回家路才对啊。搞什么？我们一会再担心 WiFi 的事情吗？他说：“你这个小 bitch， 刚刚对我说了什么东西 ？TND 啊！”妈蛋，你死定了！乱骂，这全部都是脏话、啊。这句应该是 "You gonna fucking die"， 应该是这样子了。哎、欸，靠，怎么进入战斗画面了 ？TP 说：“这什么？哦，你有点吓到我了。欸”哎，我觉得西比好可怜哦，怎么都被胖欺负啊，一直被骂、欸。讲一个有关你老木的笑话。他说 ：“Your mother is so fat。你妈妈好胖。他跳到空中的时候还会被卡住，因为太胖了，被空气卡住。啊，我对他恶言相向，对西比造成了伤害。你伤到我了啊！你这只胖。继续攻击吗？嘲讽他。石头都活得比你还有意义啊！”你还算是狗吗？西比又受伤了，继续攻击，讲一个妈妈的笑话。你妈妈超蠢，她连免费的面包都要偷。这个实在有点伤人了、啊，是说人家智商太低了。免费面包可以免费拿，她为什么要偷的？没有必要使用暴力啊，言语暴力。疯狂嘴炮啊！攻击，嘲讽看看，学长永远不会注意到你的。不要，我的学长！嘲讽，你的小鸡鸡小的连兽医都分不清楚，你有没有结扎？完全用狗的梗在攻击西比，嘴炮是不对的。哎、欸，我可以到后排去啊！嘲讽，你的菊花嫉不嫉妒你嘴里喷出来那些屎？哎、欸，这句话太脏了吧，这太过分了吧，这个胖太过分了吧，这胖太过分了，这干嘛？就说我平常嘴炮的时候，我的菊花很嫉妒，因为我嘴巴一直喷出屎来，不是从我的菊花喷出来。继续嘲讽，你太丑了，连 Hello Kitty 都跟你说再见。看来胖非常讨厌 Hello Kitty 啊！讲一个妈妈笑话，你妈妈太蠢，免费面包哦，看过了吗？妈妈的笑话攻击变得比较高了。她身穿黄色的衣服，人们会招呼出租车。这太伤人了吧！这太伤人了。这西比好可怜。好了，西比，从现在开始你要做我的男仆。我可以在任何我想要的时候与你对话。面对你，按下 Z。我把你的名字改成塞巴斯丁，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改成塞巴斯丁吗？因为很多男仆人都叫做塞巴斯丁，像日本动漫啊，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梗。很奇怪的是，这些男执事啊，很多都叫塞巴斯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叫塞巴斯丁呢、啊？西比加入了队伍，嗯，加入队伍去我后面啊？为什么？哎、欸，我
西比在我身后不是一个透可以穿透的目标，我往后走的时候会撞到他。可以说话吗？哦，可以啊。话说回来，为什么还带着电脑？因为我只是宠物狗嘛。宠物狗的英文单字是笔记电脑和狗的结合体。笔记电脑是什么 ？Laptop 吗？狗嘞 ？Lap dog 吗？好像不太对了，我在讲什么？我十分肯定这个词不是那个意思。我可以记录了吧？喂，我要是再不上 F Facebook， 我就要死了。Facebook 他这边又改名字了，原本是脸汪嘛，这个叫做脸屋脸吼。来吧，塞巴斯汀，我们该走了。我的名字不是塞巴斯汀，快走。我可以记录吗？不行啊，这游戏好像没有记录功能啊，应该不会死吧？哇，好漂亮哦！死后的世界吗 ？Notebook dog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什么？这什么狗？我不认识，对不起。Puppy 说嗨嗨嗨，欢迎来到狗狗的天堂。我们全部都猜对了，果然这里真的是天堂。谢了，等等，什么？狗狗的天堂？也就是说，没错，你已经死了啊！如果这里是天堂的话 ，WiFi 在哪里啊？天堂不是应该到处都有速度极快的 WiFi 吗？天堂不应该是乐园吗？天堂到处都是身材超级好的大胸部女生在附近跑来跑去，不是吗？不是这样子吗？这是男人的天堂还是女生的天堂？啊，女生的天堂就是到处都是小贾斯汀这样子，好可怕的天堂。WiFi 那是什么 ？Oh my fuck！F God 的，是一种新型科技吗？天堂没有 WiFi， 我已经在天堂待很久了，所以是 WiFi 我不清楚是什么。对不起，你就要跟我道歉。期待有吉娃娃出现，吉娃娃是怪兽。博美霸凌柴犬，不用太过，不用太难过。对狗狗来说，这不是必备的姿势。嗯，说真的，我觉得胖好坏哦，超坏的。我突然觉得西比好可怜。这什么地方？一个火箭模型。先生打扰一下，你知道哪里能找到 WiFi 吗？WiFi 在讲什么鸟东西？原木，我把这些不懂 WiFi 的狗狗都当成外星人在看待，当成乡下来的真哈狼啊。好吧，没什么。再问一次。Sharpay， 给我一个 P， 给我一个 I， 给我一个 SS， 那样讲出来是什么 ？Peace， 尿尿哦，我不是要讲这个啦，我会读清楚，乱拼一通。Peace 后面再加 OFF 变成 Piss off 就是叫你滚开的意思。一个鸟笼，里面什么也没有。不要这样子啊，不。什么？这张画是什么？像熏池的同人画，看什么呢？这是池的屁股。这张图像一只狗，我看不出来。那张画我真的看不出来啊！你错了，那张画不是一只普通的狗，是方亚瑞。这个梗我不懂。邦亚瑞帕是什么东西啊？邦亚瑞帕是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吗？简直是对神不敬啊！向神道歉，你真是个无理的博美犬。我不知道啦，这里天堂我才刚来而已，我怎么知道这边有什么？这好像是泰坦尼哦，铁达尼号的复制品，不小心碰掉了一块，我们要怪楼下那个老头。
啊，这边有一只，这什么？你知道哪里能找到 WiFi 吗？Fangyarimpa， 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Fangyarimpa 是什么东西吗？那个 Duncan， 谢谢。变身字不是啦，不是狗神，狗神为什么是称呼为狗神呢？说真的，这个梗我不懂啊。WiFi 听上去有点耳熟，咖啡厅应该有。一直往东走，你就能找到了。年轻狗，嗯，我欠你一命，我爱你。Yu-Gi-Oh， 游戏王。这一大团是什么东西啊？看上去像一大堆垃圾。那些东西是我从垃圾里捡来的。那里头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嗯，再讲一次也没有东西了，不能进去翻一下之类的吗？柴犬，什么桶神啊？柴犬这么可爱，这么老实，为什么要侮辱柴犬呢？我们不能这样子啊！哇，这边好多狗啊！这边看见我讨厌的狗品种，西比，好粉红的炉子哦。QQQQQ 说想要看生化，二零古堡六，二零古堡六早就破了一个礼拜以上了吧？你知道我们能在哪里找到 WiFi 吗？这是贵宾吗？我不知道。Chris， 他的我也许知道吧，他在楼上。好吧，那我们去问问。对，这个游戏是国外作者做的，所以有很多我们没有听过的梗。八道，你在哪里有 WiFi 吗？虾米，我听无啦。你知道哪里有 WiFi 吗？怎么？好烦哦，这上去讲就好了，那边喊喊喊喊喊。我们要进行到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上去问就可以了。哪里可以找到 WiFi？WiFi？ 对，我不知道。哎，好烦哦，哦，超烦的，恐怖怪物。真是谢谢了。虽说如此，我们还是得上去找他讲话。嗯。最佳表演奖的奖杯，全国比赛。透天梗，哇，好大一只兔子哦！好大一只兔子！这是狗，这是汪星人，狗星人的天堂，怎么会有兔子啊？搞什么鬼？我不要看见兔子！拿着巧克力怎么讲话？你知道吗？女孩子需要很萌的东西，若是缺少的话就会死掉哦。谁想要知道这个啊？死光算了。啊，这也是贵宾嘛 ？Poodle 还 Paddle 啊，青菜啊！你在天堂还带着项圈啊？为什么会不带着？这就像是一个象征荣耀的徽章。你对你的主人真忠诚，真是一条好狗狗。啊？什么？我觉得西米其实也白痴白痴啊 ！Oh my fucking one！ 我好爱兔子。给我的大屌来一拳！你说什么？这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而已。怎么给我的大屌来一拳啊？这要看英文原文才知道啊。就好像是给我一个 bro fist 一样啊。这又是什么？等一下，我跟西比讲话看看。我们走吧，去咖啡厅。好的，我们就往东边走。哦啊，西比会跟我讲说下一步要去哪里了。救吗 ？Death pointer， 救吗？救什么东西？救啊？救什么？救热带雨林？救海牛？救台湾人的教育？我这样把台湾人的教育讲的跟全球危机一样啊！黑街山我已经玩完了啦。哦，大麦丁啊！你知道狗的
品种啊，你怎么这么清楚啊？还是你刚好只知道这一种啊 ？DEF 指标。我知道那是形容词啦。我一直在等这一刻。哎呀，终于可以进入了。再一次，救吗？哦，没有。胖等级一 ，HP 100。Boom。Boom。Boom。两朵花哎。这只花长得好高。正常的玫瑰是黑子，那这个就是大我。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的反应就跟西比一样。Gary 拿了这么大的玫瑰走来走去，不就搞笑了 ？Gary 是谁啊？等等，我突然发觉我们正常玩家的反应大概就跟西比差不多。我这个胖到处都在说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梗。对台湾玩家来说太困难了，不可能全部了解了。黑子的篮球我没有在看，所以我不懂。我的反应就像西比一样，所以我就跟西比一样忠诚，一样老实。我就是大家最好的朋友，我就是西比。一块类似石头的东西，上面刻了一些字。公园。下面可以走。等等。喂？怎么路都堵起来？怪物！有怪物出现了！有怪物出现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公园了。我要加强训练，然后变强壮。我家的吉娃娃才不像这种东西。祝你好运。这个嘞？你介不介意挪过去一点？我们要去你旁边那个桥。做不到。怎么这么多大麦丁啊？我们在这里排了不知道多久了，位置被占就可怜了。作为补偿，你可以把巴龙的旧 SAT 书拿去卖。我们不想要那些烂东西。阿尔玛，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太棒了？天空一片云都没有，跟平常一样。不算在我们的那，他们在无视你，他们自己聊起来了，他们跟我们讲了一堆废话。等一下，这只狗是走开一点。哦，这是黄金猎犬吗？这条动队的比以前慢多了，根本没有在动。他们在排什么东西啊？这个是 Sherman， 雪曼。那里危险，你不可以进去。狼狗，真的不能进去啊！搞屁啊！这些人在排队就不能排到这一格吗？这样我怎么过去啊？我只能往下走了。哥玩的不是胖，哥玩的也不是寂寞，哥玩的是离骚。这边还有一只狗，从屁股跟他说话。Leakin，Hello。存档的是威马犬，我不知道啊，狗的品种我都没有在记得啦。这里是观测台，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自己亲人在下面过得怎么样。阿森，但是你眼前那么多毛，真的看得见东西吗？当然可以啊。对啊，其实我在想，这种狗眼睛基本上都是盖着的，他们怎么看得到东西啊？怎么看得到啊？有很多都是直接完全盖住的，经常被毛啄到眼睛就是了。我现在周边什么都没有，这个西比每次都挡在我屁股后面，要往玻璃下面看一眼吗？好啊，是主人，谢天谢地，他没有受伤。他站在庭院的草地里，有几个长着花的石头，哦不，别哭啊！他说什么长着花的长方形石头就是墓碑啦！然后他主人因为西比还有胖死掉了嘛，然后对着他们的墓碑在那边伤心中了。你这个傻柴犬，他听不见你的啦！
求你不要哭了。狗怎么会哭啊？这个脸有点崩坏了，这太过头了。我也想主人。蠢货 ，bug！ 我已经说过他听不见。哇！主人，主人，又被骂了。已经够了，走吧，不能再看了，只能看一眼而已啦。就知道说主人没事，但是他因为我们翘辫子，他很伤心。